Yeah, it's like a little too yellow, I think, for me. Right? 他的轨迹和我认识的许许多多的设计师其实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他现在会有一些名气，然后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就是从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当中，他依然是不改初心，他整个团队是以家庭为一个核心，然后他们是根植于这种善良和诚实的这种材质啊、纺织品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整个团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文化价值，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去做。不断地做新的创意，打破一些服装领域里面的规则，然后做一些创新。对，就是我觉得他们算是，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其实做的算是没有因为过多的其他的复杂的因素，市场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投资啊，或者说这种其他的因素去改变自己做事的原则和做事的方向，所以他相对来说做的比较纯粹。因为在生活当中你认识的一些设计师难免会因为要向市场去平衡，或者是向投资人去妥协等等这些因素，或者是向消费者这边，然后希望平衡一个好的这种市场上的这种销售的一个增幅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做很大很大的一个这种你说牺牲也好，或者是品牌的调整也好，就是真正能够完全发于内心，从内心出发去做品牌，并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他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是我也有看到他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履历，他本人是在美国，然后在纽约毕业 FIT， 然后夺得了当年第一届吧，应该是 LVMH 的研究生的这个大奖的第一届的这个大奖，所以就很顺利的到 Celine 去做实习，从实习开始，而且是在 Phoebe 的手下，所以从他的这个这前半截的这个经历来说，他其实算是比较幸运。当然他肯定有自己非常过人的一些才华，这些是做设计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未来给他自己做品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可能更宝贵的是他本人的性格，他本人的一种价值观等等这种东西，内心当中有一些比较温和比较人性化的这样的一面。所以就是他很清晰的明白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对于一个设计师品牌是最自洽的，它的规模既不需要很大，然后也不要很快速的扩张，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一个设计师品牌的一个伤害。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有自我的一个坚持，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日常的这种采访当中哈，很少能看到它的一个完整的正脸。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是会不会是一个噱头，因为在服装圈当中可能并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了解再深入的去了解他的性格，他的文化背景之后，你会发现可能这就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然后会比较专注于他的本职的这种工作，也比较低调的一个人。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什么不去露脸，的一个很关键原因是他希望大家认为 Peter Du 这个品牌这是一个团队的结晶，而不是仅仅某一个设计师他自己的一个成果。这也就是说他当年在创立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和一些朋友，比如说过去的一起工作的同事啊等等，这些大家一起创立的这个品牌，所以这是集结了许多个有才华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并不仅仅是
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东西，虽然这个品牌名字是他 以他本人的名字而命名的。It looks like you're wearing short shorts, Pablo. Which I love, but I'm still out of character. Beautiful. I love this one. She. Never want to number two. I'm nervous.